彩萍，你回来啊？出去几天啊？吼，手紧去洗洗，你要来吃饭啊？哦。彩萍啊，你这礼服倒位来？我那才糊涂啦，这是我早起去一间公司应征歌手，因叫我试穿，我袂记得形影，该擦转来啊。你找到头路啊？你唱歌是？无啦，无几波，那是一间歌舞团，我要来敢唱。哦，那呢，你都爱记，把这礼服摕去行人啦。来，紧吃饭啦！哦。后来你敢有搁找到头路啊？后来我搁去一间贸易公司，因看我有经验，给我的薪水袂歹，我想讲先做看卖。紧吃啦！哦，好。我俩尊公老建议倒啊，一声建议集团会乱一阵啊。想袂到，因董事会卡手阁遐紧啊，新的董事长随都选出来。当然，老文贤伫董事会以高票压倒老义军，伊下尾啊为着这代志阁拆破面，场面足歹看的。这个老文贤，进前我拢无啊看在眼内。想袂到正义集团会予伊吞去，平常时管伊斯文斯文，其实啊，伊是好歹食成功啦。老文贤根本就是小人，就利用副总的感情偷摕咱鸿霸集团的 case 开始。我就知影这个人根本就无良心，是一个为着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啦。那不是侯玉华，家己无安分守己，伊哪有可能会予老文贤利用呢？当然，好啊！咱今嘛不是在讲何玉华，莫讲我听到伊的名。虽然讲老正义这个人真歹打听，也不过毕竟伊也知影兄弟的正义。今嘛老文贤伫咧看，这个人咱一定要小防着咧。当然。你伫生理场这么久啊，敢会去惊一个二等兵的老文贤？你甲想看卖，一个连家己的老爸、小妹都甲下毒手的人，伫咧生理场，以什么款小人物做袂出来？而且你也知影，老正义嘛毋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20多年来。我拢办伊袂倒，煞一个老文贤无一个空卡桥。当然，莫中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啦。正义集团会予老文贤吞去，迄是正经伊的牛卡袂说出来。但即马大家甲伊看透透，伊敢有在条通避鬼？阿勇啊，你敢无听人讲过，生理场奸商奸商啊？绝对袂用予对方看出来，咱要行什么棋，出什么招。当然，你的意思是为了要庆祝老文贤就任董事长，找一间上好的饭店，我要请伊食饭。当然，安尼做，敢咱想要巴结老文贤呢？时到你就知。来得及。是。杨明来，马上来。无半个人知影啦。林大。阿勇啊，你是无看到正义集团新里面当选来，就好的啊。谢谢。多谢。
老大今日当百家公认，实在是我公认。其实真早我就看得出老大的生理头脑甲手腕啦。金达，你太过客气啊！今日你的邀请是伫点的生理场，拄我这学行囡仔来，我实在感激你。这就表示讲，你对阮这后辈都有咧栽培。唔通安尼讲，即马全台湾这么少年，阁有能力会当掌管正义集团的人，只有你老文天一个。卖讲栽培，我是咧巴结你。以后若是伫咧生理场会当合作，希望老党诶对阮这老诶会当给一点面子咧。这只老狐狸到底咧变啥物？林亮，你若无忌嫌，咱当然嘛用合作。希望咱安尼做，会当改变生理场恶性竞争的歹习惯，莫啊常常发生障碍，予大家莫当活甲较安心诶。无毋对，生理咧做啊，若是会当公开，有钱大家赚，都毋免利用感情咧骗生理啊。像老董诶，遮尔少年，搁一表人才，当然无问题啊。那阮这老的都无法哩啊！林达，老的老无定，少年较当下。我敬你。莫安尼讲，应该我敬你。昂达，应该精神。昂达，哎，你好。拍摄拍摄，大弟子，阿耀啊，精彩！我听讲。正义集团的董事长，少年搁烟斗，真是有才气啊！何小姐，你伫酒店若无甲阮斗啉过烧酒，你哪知伊遐尼有才情？阿斗啊，酒店小姐你也甲带来遮？在座的有倒一个无去酒店找过我？林董对无？何小姐，阮是咧讲生理，你若是要对来食饭，希望你莫破坏气氛。阿爸，我就是知影你伫遮哦，所以专工来看你啊。乔啊，你叫伊。伊吼是我较早大官啦，我是会赶出门的。啊，不过安怎讲，伊也是我的阿爸，对无阿爸？王大，歹势，那是不必要，就让你给带走，我不欢迎伊。阿爸，我知影今仔日是你请食饭，所以我会顾着你的面子啦。啊，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老董，我若问完，我就随走。在座拢是我的人客，我会尊重伊的意见。伊大，不要紧。何小姐，请指教。老董，你这么少年就做董事长啊？你是靠本事，还是靠手段？正义集团是上市的公司，若无经过董事会改选，是名做董事长。老董，若不是老正义伊调情，我看。正义集团嘛无遐尼紧，就会改掉换代。你穿实在有够准的。何小姐，你来这就是林董的人家，我尊重你。也毋过，请你讲话较有层次的。啊，若无，我是会请林董把你赶出去。安怎？想要把我赶走？是毋是？将我将你的代志拢讲出来了后，大家拢知影，你是现代的淡水美薄情郎。
到我老爸现在要看的人，我相信在你拢真清楚。要你替我选的，过去你因为行为无检点，叫林丹挂出去。也毋过古早安怎讲，你嘛做过林丹的媳妇，你现在还阁过来叫伊阿爸，到店尾这个时阵。 敢要替伊顾虑到面子？我也应该卖讲，啊，不过你做过见笑代志，阮大官拢知影。我吼，囥遐较细腻的，万一你若得罪伊，你做过见笑代志，拢甲你讲出去，以后你的心理受伤就真歹徛起哦。杰米，老党人是靠实力。 哪有其他只？就算伊用手段，我相信嘛是正当的手段。老党事长去用开枪，已经真艰苦。你搁当遮为何我插白？你是老黑白讲啥？伊莫笑伤，用这种方法就破坏我甲老党的交情。各位，我用我的人格保证，老党的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咱千万唔通。 予伊受人重伤，林党，想袂到你阁会替老党讲话哦！我对你遮尔侪年，我敢会毋知你巴肚内咧想啥物？玉华，莫想吃亏，面子小家老咧。哎呦，上去！王导，请。 真多谢你，等下合作就从今日开始。我敬。啊，拄食迄顿饭哦，唔够艰苦食。林进才咧歹应我，是毋啦？何玉华，佫走来插话啊？哎，上意外哦。 就迄林进才啦，竟然会跳出来替我来讲白话。我真正毋知即个老狐狸是啥。我感觉，伊是有咧论哩。为虾米？你想看觅咧，生理场，伊拍喷二十多年啊，伊是还阁会当变啥物把戏啊？就算讲伊有本事，会当活偌久？ 唉，伊若想到伊身躯边无半个高人咧来停，当伊后生连马最近阁要插伊，你想，伊敢袂来巴结你？希望代志也是安尼啦。免烦恼啦，反正以后有我伫咧身躯边来斗相共，凭咱两个本事，要对付一个林进才，就跟他斗阵年干。 阿姐，今日你食饭时阵，你跳出来替我解围，真多谢你。要多谢我嘛，较有心意。我刚见拜你也甲我利用煞，不倒替你边啊。阿姐，你袂哪咧讲啦？啊？今仔日我有法度坐去当时你的位置，这完全是你的功劳呢，啊？我袂哪可能就伫他个边啊？ 老师，你无去遐无？自今物开始，你就是阮正义集团的总经理。以后正义集团，就要完全靠你啊！<笑>我若会当请伊当个正义集团，我真欢喜。<笑>你放心，以后公司来来往往，我会甲你处理啊，正舒适。 台湾未来的生理场，绝对是你老温下的天下。是啊，文人家已经把党给赶出去。摸唔着啦，海哥，要怎啊党人呢？伊的身体是会抗命的啊。唔系激动啦。
也坐啦。我应该坐喺山顶去啊。我也在想吧，文人是当一手家撮大汉的，饲伊饲二十几年，伊竟然是做一款代志。我好像哦，饲嘛怎嘛毋捌看安尼。海哥，你甲讲，伊还佫对当会安怎个无？唔，那个是安尼啦。连姚家义军也嘛叫我赶出去，去吃无名的钱哦，还叫我看去，就是要怕笑啦。还佫有啦，公司还佮来员工啊，只要老板听的话啊，马上抬头。老一挂顺龙牌啊，替最糟糕。唉，我是惊哦，这正义集团啊，早晚来摆一个手头啦。这两个精神哦，恁爸若无来甲应接一下哦，对社上无交代。哎，武雄啊，卖冲动啦，海哥，你卖甲我斗，我真当出一口气。哎，武雄啊，较早就甲人捌讲过，权力使人腐败，所以当你享受权力时阵，伊都要特别细腻哦。啊，毋着好佳哉！我有你这个军师咧甲我斗相共，不管是咧甲我提醒，啊？啊，对了，阿姐，嗯，等咱甲正义集团整顿完以后，啊，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林正哉。阿姐，也很夹吧？哥，老兄，你先上去。你这，这个不稳，这不稳，这不稳，你不要死，你不要死，华为。啊！你要死不？你没来亏嘞。你是我，我哪没亏啊？亏啊！亏啊！阿英，我哪里亏啊？亏啊！亏啊！恁个罪孽还无够呀！武雄啊，小人讲袂听啊，特别这个激动，这里处理代志好啊，赶紧的。你替当时你来解释，我今仔毋是讲带念，还阁要上啊！你明日要上啊，泡死啊！好啊，等下再讲。林不明啊！啊！因为辛苦鬼半世人，就这机会，你好好用完，什么都卖想啊！阮大家一定把你身体照顾好起来，恢复较早健康。义军，姚辉，爸已经有较好安尼。
爸，你拢有听到阮咧讲的话吼？小姑，阿姐。阿伯，阿姐。等下。你哪会变到安尼啦？拢是血流老文的，也从经营一段，这公司规拢总给人压趴去，现在去这官别讲，应该去老爸那个挂出去，那个敢是人？伊那个敢是人性？有啥呀？我该随时该冷静的，大哥，你莫搁坑我。大哥，你连这摆已经订两摆钱啊？你还跟我大堂安尼放点点？你以前的气魄甲杀气是摕去倒位啦？你今仔是一个查某囝，你跩爬起来，将个唔知囝给创掉，你唔然你当只做破皮鞋啊啦！小姑，你是起笑是？莫甲刺激啦！无，我无在起笑，我是要甲阮家大叫精神。大，你若是有气魄，你就以前当物仔拢做忙起来。我有想看你看不起，也无你有才调，你就爬起来，爬起来！我有想叫你老大，叫你一句大的，起来唔吃叫，甲听教死你啊！唔好坐担车，伫要连累大家，一干干担车，你该请假真啦！我呀，你这讲牛啊！我团长讲啥？你逐摆出代志，拢爱去出面替你解决，因为我不对你大声声哟，讲话啊！啊，够残杂的！你平时讲这话，你唔敢较刺激的，但是我遐尼存无贵的。你讲这话啊，唔敢听着伤心着。等，是的啦，我讲这话。我是要爱你好起来，你知影无？这二十年来，你身躯边这小弟也无你，今仔敢有法度通过着遐好日子？敢有法度通过生存到今吗？所以你绝对袂倒来。你若倒来，你身躯边这兄弟大家是安怎？等，你爱起来，你顶爱起来去给阮看，吼？你想要讲啥事？你已经听我讲的意思啊！你讲，去讲啊！天啊，你竟然讲，来，你竟然讲啥？做熊啊！我进来，快进来！我讲，我挡袂住，我要抓狂，我拢想要抓狂啊！我要抓狂啊！王强，强哥，你看，爸过火。王兄，王兄呀，我就是无讲世间是安遐尼啊无公平，是安尼啊遐无公正，出代志拢毋是林进在因，偏偏就是用党的。李永平啊，真正足无目睭的，伊真正若无保庇讲党，囡仔行着啦，以后我袂甲拜，我嘛袂野心啦。王兄啊，你也是咧讲啥物啦？这天王庙哪有啥物管的啦？我无管了遐济。我今仔袂保庇好人诶，我拢做无了信。相公，我知你真着急，要甲大金好起来。不过，金事看办，咱大家还够有耐心诶。好相公，咱即摆钱无咧偌好啦，都干咧走路啦，莫定咧去错错啦，做咩来头路啦？也咱头路刷刷，嘛是共阮做无头路啊。但等下即马即款情形，看开袂出，拢准备好起来。我一口气真正吞袂落去。好啦好啦，莫来冲动啦，有通时哦，爱用一寡头脑啦。那即马哦，正义团人咧整顿啦，咱搁有一寡囡仔咧身躯边啦，人有钱有势啦，你变怎？伊用钱甲你共来共死啊啦！安尼也袂用，安尼也袂用，无到底是要安怎做啦？相公，你这样心情哦，我当了解。我嘛就想要甲偷回来，啊！我今嘛不是时阵，我相信，只要咱三个工作伙，正义集团
真紧就拖回来。阿姆，我要来去上班啦。蔡平啊，等一下啦，你甲恁公司的地址好跟我讲。阿姆，你问地址要创啥？连去中岛吼，我甲你送便当啦。你外面真无卫生，紧甲我讲地址伫倒位。阿姆，阮公司福利真好，有互阮食中岛顿，阁有卫生，这里就要麻烦啦。敢安尼？哪有这种公司福利这么好？我毋是讲过，贸易公司是咧做进出口的，外国人开的，福利嘛较好啊。阿姆，我要卖货啊！我要来去啊！彩萍啊，彩萍到底在倒位上班？因会惊我知影呢。迄毋是较早的外星叫张彩萍啦，迄无可能啊，拢是明星呢，哪可能在唱歌啊？无咯，我愈看愈像啊！啊，管他伊，假糖假糖啦，假糖！啊，莫搁假啊，莫搁假啊！紧来紧，要继续录，紧糖啦！安琪啊，无在这猫甲你吼甲安尼好听，你煞甲我闹开呢？外口人家叫你疼，你唔着去疼落去？我有疼啊！你有疼？你疼了吼，电到死啦，穿甲安尼啊，包甲巴巴巴啦，人客都嘛生气，穿甲安尼啦，甲五组口毛啦，哈都袂轻啦，阿毛是啥卵呢？爱死啊啦！我是来这唱歌，唔是来这要互人消磨的。安尼啊，穿甲，无你卖做等伊啦。头家，歹势。再给我一摆机会，再给你一摆机会，好啊！人客叫烫，你就烫啊！要安怎烫？拖鞋样啊！就煮滴安尼，捞两粒有无？开装备，给人客看安尼啦。安尼我无啊。你无？无，你等伊啦！气死人，安尼袂晓做，要怎要怎赚钱啊？真正。赚搁较侪钱，阿嬷用袂落去。
歹势啦，我无甲你讲，是惊你艰苦。其实我感觉唱歌的时，莫穿甲因同款，嘛无声。而且这是暂时的。你毋免安慰我，你伫遐唱歌的心情，我敢会袂了解是？你无看到迄挂人，每一个都亲像猪哥同款，目睭青起，安尼甲你看。你敢知影？阿妈心肝偌酸的，因安怎看我拢袂要紧。阿姆，我会晓保护我家己的。等我若趁有啊，我就无爱做啊。死狗啊，咱就会当做一个小生理，家己饲家己啊。彩萍啊，戆囡仔，阿姆怀你安尼，为难你家己。我，什么艰苦的日子，我拢会当过。你若是感觉钱无够用，阿姆会当出去找头路。啊，不过我就是袂得，让你去迄种所在跑条路面，让人糟蹋。阿姆，我毋是讲过，钱的代志免你操烦。自细汉到即马，什么艰苦的头路我毋捌做过。今仔日我去唱歌，嘛是为着要生活，吃一点仔苦，受一寡委屈，无算啥。耀辉若是伫的，都袂予你伫外面安尼心咧奔波。照阿勇顶面的资料来看，这个时阵，刘委员应该是回来才对啊。你起来创啥？路遐尼大条，你袂爱行，行来冤枉啊！啥？人歪了无？玉华，那是你啊？当的，真实的，拢是我唔好啦。好好好，莫阁讲，莫阁讲。阿青，甲咪甲捡捡，捡回去出来的膏药啊。是。好。多谢，不要紧啦，真是歹势，拢怪我家己无说你。本来我是想讲，来个讲啊，咱也个见面啊，表示咱无缘。啊对啊，啊你住伫这个附近啊？不是，我是来这个图书馆来借册。借册？是啊，我最近想要读企业管理训练班。所以我最近在读真多这种书。那呢？酒店遐？酒店遐只是暂时的啦。我是想讲，等钱赚够了后，就当实现我的理想啊。你受了遐尼侪的打击，无倒了，颠倒对你的人生，有遐尼好的规划？我定定甲家己讲，莫想过去。即摆上重要的就是。向前看。你会当伫创伤当中，搁爬起来，确实不简单。啊，歹势，惊了你真久啊，我好来走啊。啊，哪里？啊，对啦，恁兜装潢咯，真光啊、哦！我想张夫人一定真好看出来。哦。哎、欸，那无看到张夫人。你带你看哪搭，喊你回来。安尼我就不爱叫了你，我先来走。啊，等下。
多谢你，我煞袂记的。免送啊。来个，我送。姐姐。怎么样？这噪音啊！喂，俊兴啊，啊，你敢知影我妈甲蔡明一对？我知影伫嘉义啊，啊，不过伫嘉义什么所在？有啥要给你？啊，有老鼠屎无？俊兴啊，假使讲，咱找到伊呐，再打电话好不好？多谢你，妈妈在领啊，你走对啊。伫家己，敢等于孤厝啊？义军，你先啦。我到即马，阁无得接受这个事实。我先想了想无，阮家哪会变甲安尼？姚辉，咱即马是要安怎？你别失志。既然爸已经清醒了，就表示讲一切拢有希望。阿伯，阿姐，来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来。阿爷在房间啊，都一个人。真个，真个不乖。袂歹啊，我当时哦，阮讲话时阵，伊目睭过来安尼瞪啊瞪啊，应该哦，甲阮讲话。还行路啊。人咧讲，讲人情哦，比明仔纸搁较薄。我会记讲，当迄纸断用的时阵，手若凊彩下一个，人把你老兄弟十家拢搞，也大即卖咧。食饭后卖讲遮啦。来，吃饭啊！想到公司去用占去，有厝阁无法度转去，险啊伫外口流浪。想到这哦，我都食袂落。义军，安息。拢过是我这做你阿少的人无路用，厝内面公司安尼出一寡代志，我这做你阿少的人拢总无法度能够解决。我，我先讲吃什么饭啦？小哥，欧雄呀，你突然讲人情较不会做啊？那不发生遐代志，代志要来看会清楚啦。你想看卖？前下缀你身躯边遐个囡仔，即摆剩几个咧缀你？这就是吼人情的冷暖啦。阿伯、阿姐，失礼啦。无要紧啦，海哥讲无唔对，咱袂去当只担心，咱一定要找一条出路。阿哥，咱即摆大行拢无啊，敢若剩一间了解汽车公司尔。廖伟。刚刚就遐尼戆，了钱生意，搁伊要做落去，这无要紧啦。我有甲海哥参详过，我会用安尼对修理车讲做有兴趣。啊，若讲着车，海哥也搁较来啊，也无安尼啦。我出钱啦，咱来开一间迄中国车好不？海姐，嗯，安尼搁袂歹呢。我看，带钱哦，小轻轻呢，来开一间中国车，我来负责接修理车。啊，想让人面较快去走业务。阿姐，咱今早修理厂，还有一挂人面客，大家小补补的，请你一定做会起来。嗯嗯，哦，安尼嘛好，安尼时间我身躯边啊少年了，嘛搁加强头脑。恁拢有头脑做，啊，我要做啥？嗯嗯，啊，你咧烦恼啥？恁人是头家呢，当然你嘛是头家娘，时间哦，你敢坐到咩算钱对了吼。